嘿，嘿啊！伊嘛袂讲规日向你拢有啦，但是伊这嘛是季节性的啦。啊，伊就是算讲变讲，拢摕出去卖伊这上个月九月八月份，八月份敢若一礼拜拢卖一万块。啊，伊这种的足多哦，你看这百香果。过来，加啊！它本来是我们站的地方，它全部都是百香果。哦。那因为这个台风，全部把它打坏。这哇，这么嗨气啊！哟。上面都是。空心菜啊。你根本种的迄鱼菜共生的蔬菜啊，对啊，这里还有空心菜，这里是。没有，它这个词好像有点问题了。已经优雅。比较轻哈。嘿。已经优氧化了，伊这无够啊，伊这水无够，伊这水无够，伊这已经有点啊嘿。嗯。他鱼在哪边，你知道吗？知道。啊？有人知道他在哪里吗？下面啊，这个板子的下面。错。不是。绝对不是。哦，不然在哪？他鱼在那个桶子里面。哦。哪边？好。灌怎么灌怎么菌那个？肥塔桶里面。哎、欸，家里面的，因为它这个是鱼鸠菜共生，就是蚯蚓。蚯蚓的、啊、哦，它还有蚯蚓。它是没有完全不使用到电，只有最后一个到水塔的地方才会用到电，其他都是用虹吸原理。嗯，对。然后它这边的话就是他们的厨余嘛，然后到后就是厨余，然后里面有蚯蚓。蚯蚓的粪便，然后到这个，然后这边的水再到那边去，然后再提供我们菜营养，然后最后哦，再到这颗是好的，来酸的酸的，哇、啊啊，有够香，酸的酸的，闻闻看，对，香的，然后这些它不管是鱼还是菜，香的，供给孩子做营养餐的，对。这个可以吃啊，可以吃啊，可以吃啊，吃啊，不怕酸的可以吃啊。虽然是酸，但是还是新鲜的。赶快吃，吃了你会说恶心。哎、啊，用菜来去过滤，那没有坏掉啊，对啊，也是可以吃的。再吃到那个，有够酸。打果汁，啊、因为它前两天台风也把它打坏了。因为这个还没熟了，嗯，对、啊。